要巡演的石鼓及乐团会结合印度还有杜拜两个地方的重要年度表演盛事，在国际知名学府印度理工学院还有杜拜地球村演出，也会在印尼知名的会展场地做表演。我们希望呢，这些演出不仅会成为当地的一个文化盛事，也会成为增进我国跟当地人民友谊的一个触媒。And after some of the performance, I believe that this moment will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and also enrich our culture. 希望能够将台湾的古乐文化能够传递到全世界，这是我们重要的任务。希望我们成功，为我们加油，谢谢。Thank you.